人家轻轻砸那边就好看，你砸在肩膀上。对呀、啊，很可以啊，我砸在胸部上。你把它移过去啊，我看看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很好哎、欸，它这样子，很软。然后为什么会叫短筋呢？是因为有很多朋友说，其实不用很多朋友，我看到你会觉得，第一眼看到你超像那个长筋的李英爱。对对对。所以你的名字就是因为这样来的。对，是因为像李英爱，所以才叫短筋。啊，什么是恰哥米粉？恰哥米粉是因为我那时候只录节目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因为我很爱恰恰，我很爱恰恰，然后我要说我是恰哥铁粉，因为那时候主持人就一直不相信，他就觉得说啊大家都爱恰恰，就特别特别，所以我就太紧张，我就是想要讲很快，我说我是恰哥铁粉，但是讲讲太快变成我说我是恰哥米粉，然后欢迎恰恰，没有，恰恰来了，并没有，他的身材呢是173公分，34。依照杯，职业是舞者、直播主、模特儿、啦啦队艺人、YouTuber、歌手。哎、欸，你超多职业的，横跨很多很多。那你现在目前最着重哪个啦啦队吗？啦啦队。好的，我的粉丝呢，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，简单的啦，就是理想型是什么样类型？哦，理想型这很简单，因为我很喜欢很害羞的男生，就是比较腼腆、害羞的。身高没有限制，身高外表，身高要应该比你高吧？180。哦，你一定要，因为我刚刚看他，我已经是173。对啊，很高。那、啊、你有交过比你矮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如果今天有个你超级爱，然后你个性超好，然后可是他150，你有？哎，如果恰恰155，你 OK 吗？恰恰，然后说短筋我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，然后最后来个腼腆笑。没有，不是因为我对恰恰不是那种啊欣赏，对，是偶像，偶像这样。那你有偶像的哪一个是你的菜？对，就哪个是你的理想？不是不是那个李正当，李正当谁？我们的好像有正常的同事。哦哦，李正当。哎、欸，那你会主动追击吗？就是如果你遇到喜欢的男生，啊，因为你喜欢的是那种男生。但是如果我自己。
女生应该很少啊。对啊，但是你，可是因为我会很主动一直找他聊天啊，就很明显啊。哎，什么叫为什么被玉林哥叫 IU 姐？哦，因为我那时候上玉林哥的那个节目，对对，把那个键弄破这样子。哎呦，来哟、哦。哎呦，他好喜欢哎呦。请问你是从小看餐厅秀长大吗？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所以我就会忍不住一直做笑就他在讲话，你就说哎呦，对我就是看哎呦，所以我就一直哎呦哎呦哎呦，然后哎呦，永远是哎呦，然后陈玉林就说你就是哎呦姐姐，对对对，因为他就说我很老派，哎呦，对，说你很老派，你怎么说你？他自己就是老艺人了。然后还皱眉头。
关。结果呢，他就看到一个超帅的是什么？是教练。酒吧。